新竹国泰综合医院是零元关系企业本着关怀社会、回馈社会的精神所创立，于2002年8月8日开幕，总床数346床，员工数550人。唯一地区教学医院与总院、系职分院形成绵密的医疗网络。新竹国泰综合医院自创业以来，致力于推动品质改善活动，鼓励跨团队合作及医师参与，与同仁持续努力的成果多次获得医师会议的肯定，更重要的是来自病人的正面回馈与鼓励。未来全体同仁将秉持着精益求精的精神持续的改善，创造更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守护着民众的健康。